所以我呢本書一定好賣，本土民主反共，兩年前就開始講呢個口號噶啦。咁啊，而家有本書，咁本書果然就好賣。咁而家多謝平老麗啦，係咪？咁佢一啲唱政治捐獻俾我嘅。佢真係賣曬一版書，真係有20-30萬執嘅大佬，係咪？你處處都係攞30啫嘛，係咪？有冇攞100係嘛？都要分2年幾係嘛？如果計埋同嗰人攞200就300萬嘅啦，攞咗都幾好，即係成個泛民佢養曬，即係人力係最淒涼，因為用攬住我咪要。